我们演出的舞台啊，找台湾非常专业善盈公司来这边，在过年前所有的骨架全部运来了，一共三个货柜，今天早上第一班飞机到北干以后啊，就开始搭设，所以他们的工作啊，可以说进展得非常顺利，大概在明天下午就会全部搭建完成，对，非常的圆满。